sleepless nights and cigarettes, my daily dose of internet, and all the things I should've quit but never did. Oh, evil voices in my head, I woke up in a strange bed. 化妝完畢，好看。天空依然不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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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가 아니야 잠깐만 머리가 어지러진데 정신 못 차리게 돼 숨도 가빠지고 약간의 단단한 듯해 왜 이런 말 있으면 그래 난 이런 애 아닌데 너 때문에 집중이 너무 안 돼 미안해 뭘 좀 빼니까 Just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In my mind, in my body, in every way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在录梁津，然后要去吃海鲜。小时候来过。天哪，这就是录梁津吗？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天哪！Sleepless nights and cigarettes, my daily dose of internet and all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quit but never did. 什么时候能吃上螃蟹？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会看到这个地方。I should probably get some help I can't control myself I'm addicted to the hell My heart is getting sick From the tar that's on your lips Yeah, you're bad for my health You should hurt somebody else 救命啊！我的天哪！一点胃口都没有好饿、哦、这个不能吃了吗这个绿色也不能吃嗯真好吃我想要进来今天没有好吃的来吃这个盒饭盒饭是盖着转还是打开转这是盖一千碗 I know a girl She's like a curse We want each other No one will break first So many nights Trying to find someone new They don't mean nothing Compared to her and I know When people ask about us Now we just brush it off I don't know why we act like It means nothing at all I wish that I could tell you That you're all that I want 汤泡饭Why can't we just get over ourselves? And you say I like you just met. Why can't we just get over ourselves?光超好，面朝大树。现在是他的化妆品，这是他的口红。干嘛？我要洗头啊！头，头不是挺干净的吗？今天是来就是录一个，已经开始了吗？现在是对。嗨，我是星星。天哪，你这个开场白太难了。我们今天是闺蜜化妆，我给她化，她给我化。对的，今天我们总算来到了
期待有一个互相给对方化妆的一个环节。但是我的化妆技术就是你知道，我全程用手，然后呢，这个非常的随意。然后今天的话呢，我是准备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护肤品，什么的，打伞啊，那种高光啊之类的。这边是我们的这边是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化妆，不过你这很敷衍吧。然后那我今天的话是想给自己画一个那种夏日的那种沙漠里面，然后带那种轻透感，就那种氧气感的。我给他画的就是那种芭比娃娃的那种圆圆大，那种韩国女团的感觉，太好笑了。他用刷子，我全程就用手。真的吗？可是刚刚近距离拍没有特别好哎，不用近距离拍了，就有一种水光感。应该是你的粉底也比较好吧，你头发都掉到粉底下去了，出来的那个不亮了。那个秘诀是什么？还要抹什么？没有啊，但是打底一定要打的足够好，就是要一直拍拍拍拍。大家有没有看到星星这半边脸也是这样子的起来了？感觉丽娜觉得很不相信。难吗？已经很 easy 呀，打底还是比较最简单的，对不对？只要抹上去了。郑小姐，你最近肌肤状态是有点小干哦。真的好苦恼。这样子不要害怕，如果有时候不小心画了出来，我们都是可以补救的。就是，不是，我看错了。这样，这样正确吧？让护士说什么？真的吗？真的不是研究过的一个单词，它不怎么研究下去。现在我们来丽娜给我们介绍的一家丽娜亲骨。我准备做皮肤管理了，虽然现在看起来皮肤也挺好的，但我这个是化了妆的。我们也会有那种不灵不灵的水光的那种水光肌的感觉。看我做完皮肤的脸，超级油，但是感觉皮肤好好。我现在在努力的去找一家特别好吃的烤肉，但是很难找。我只记得它的门口有一个大草坪。哇塞，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哎，是不是这儿？他在后面狂做鬼脸。找到了，我的妈呀，这能吃吧？走了 N 条街，终于找到了。来韩国必须要吃的，找了半天的。烤肉，但这个烤肉跟其他烤肉不太一样，它是薄的。我们去济州岛吧，吃黑猪肉。
豆芽肉，这个肉，然后呢卷着这个吃就会特别好吃。虽然我朋友说不好吃，但是我还是努力咬的。应该每一家烤肉都把这个这样子卷着这个菜吃。女士，大半夜的你又在干嘛呢？我饿了，我想吃点饭，好有劲收拾行李。我们今天呢已经就是晚饭吃了什么？吃了烤肉。晚饭吃了烤肉，加了五花。我们俩大概吃了四份肉，然后呢又去吃了那个羊你做的吗？羊肉串。是的，又去吃羊肉串，然后又喝了咖啡，又去吃了甜品，然后你到现在说饿。但是我买到了一身超好看的衣服，真的好开心哦。小花花